话，就会怎么样？会中立之死，中立就会中立之死。啊，所以这个当中，你中立意义它会怎么样？你会知道这个东西的意思的时候，你会有私心的时候，你对公司也好，对家、对家庭或对，尤其对国家，是就会自然而然会怎么样？会中立。所以这个部分好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意志它怎么发挥呢？它是怎么做呢？它有几个事情啊？就很中，就很硬，那就会知道，就会连，是吧？刚才讲到这个中。就是等到说这个公正无私的时候，就会中人之事。那中人之事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什么？重要什么？唯心奉上，对不对？啊，唯心奉上，然后行持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今天会从这个合理没有私心的情况之下，我有危险的时候，我本身会有危险，但我会怎么样？奉上，就是说，不管对我的君主也好，对我的母亲也好，对我的等等都，我都会维护上面的。虽然危险，但是我不会怎么样，维持的。就像说。以前在战国时代，你派使者出去是很危险，很危险啊！有的国家怎么样？这个不讲礼节的时候，来的使节怎么样？会被斩首，有没有可能？有。但是你为了国家，你就会怎么样？你会为了国家的利益，就不会怎么样，就不会死的，就会怎么样？会能够对国家的事情能够怎么样做出对的事情，就像说。我们最近的报纸看嘛，不是那个警察厅，那什么调查局长，最近看那个报，他不是掩盖一些事情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掩盖这些事情？他不忠，他不忠于什么国家，对不对？他不忠于国家，所以他就不会怎么样，因为他如果这些事情都不报出来的话，他自己会。会有危险，这跟你了解吗？如果当初他把这个事情爆出来，那有危险，会有危险。那如果他对国家忠的话，虽然危险，他不会做，不会做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忠，啊，那讲到有没？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个勇气？很多事情。你没有勇气会做不到，啊，比如说今天假设国家征用我们要去打仗，我们对国家来做来讲，我们没有这勇气，我们敢上场站到去打敌人，所以这个勇也很重要。但这个勇呢，它本身不是讲在这个部分，那勇是怎么样？当我们有勇的这个气的时候，我们对所有一切的危险的部分就不会怎么样，就会不会有所畏惧，不会怎么样，畏惧不会逃避它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君子这个有呢，这个有啊，其实你能够有气，但是这个有要有一个义，因为我们这个义有这个有的要才能够怎么样表现出来，好，就像说今天为了国家要去做这件事情。做合理事情要靠勇气，所以我们君子啊，在尤其是小人，弱小人呢，有这个勇气，没有什么办法，会怎么样？暴力。而且做小人要不要勇气？做小人要不要勇气？是你要勇气啊！你要勇气，你做小人，不会怕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他知道的东西。
不会怕，真的会怕，稍微有勇气。但是只是我去做这个动作就能够，这个有没有红这个？没有红，所以小的没有，如果有没有力的话，就怎么样？就做这些事情，这个倒背的事情，大家知道吗？那些君子呢？有勇气，不合这力的话，会怎么样？对，就是吧，大概了解吗？我今天要勇气，好，我今天要来奉献你，那可是他们死了。我举个例子很简单，假如说，我们的父母亲有做错，做一点，父母亲有做，我们要不要劝劝他？要，但是我们要有气啊，我们讲师傅要有气啊，要跟父母亲劝劝他，但是他的阿爸你这样做不对，柯姐姐，你有勇气哦，你亲生爸爸挨揍，柯姐对不对？为什么不对？因为你合乎义嘛，没有合理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乱了？乱了什么？五伦里面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君子，你有懂没有理的话，是不是乱了？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勇气。所以你要勇气的人，好，自然而然你就会怎么样？有勇的人就要好，就会知道说我如何去勇猛精进，就要懂得什么精进。看看大家，因为我们要说啊，原来。我今天说的这一切当中都是你们的人，所以我要好好的怎么样去修心养性，然后去影响所有一切的人。那如果说我们勇猛精进的话，我们对这个人里面观念不清楚，我们如何引领别人是不可能的。因为这个勇气，这个意思是从我们的这个慈心去发挥表现出来，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去劝劝人家，我们是不是会傲取这个自信，就会好好的努力，好好的自己下功夫去做道德实践，我把自己做好了，要别人会不会看？会，会看了以后是会影响到其他人，让他怎么样能够做好一点事情。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有傲的那个精进，那这个精进不是说我一天到晚做。要多读几本书来跟人讲，不是这样子，而是怎么样？懂得随时自立，懂得刚才讲的我们的什么念头，刚才不是讲到我们命运最要的，决定我们命运的一个最起源的地方是什么？是我们的心念，我们心念的起源。所以这个从这个自立当中，我从这上去下功夫，我随时随地。要有勇气告诉自己，我这样想对了，要说一下。当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，我起个嗔恨心啊，对了，然后怎么样收敛？这个是勇气，这个就是精进，要了解吗？好，不断的要反省自己，这个才是这个勇气，这个精进啊。所以呢，当明白这些的以后呢，自然而然怎么样？这个原因是这个点。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我们这个知道说这件事情是做合理的时候，这个点是什么？就是明白的意思。我们都是很清清楚楚的、很明明白白的，这些是该做不该做，是不是很清楚的？所以自然而然就不会怎么样。比如说，或许在公司上班搞这事很重，比如说啊，公司或者做工程啊，这工程比给你，一个人70块，这很贵。好，这很贵，如果自己买的话，是不是要花很多钱？那我在公司上班，这个我就再折在自己用。再讲一点，是不是你就不清楚了？我们就不会怎么样，就不会去贪这些东西，要了解吗？好，自然而然啊，这个东西我要用。Hello， 公司。
公司给我用，而不是说反正公司很多嘛，拿回来家里用，我就可以又再买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所以你就会很清楚这些事情，自然而然你就连这么一点点东西，你就对不对？就不博取。不博取就是说，不该拿的东西我不会拿，大家了解吗？你是不是就很清楚？这就会就很明显。好，自然而然，你行为部分就不会去一直在追求功名利禄啊。那如果讲这个，人家道德经讲，奸怎么样？奸是讲，是简单讲这个，因为我们平常我们生活这个。不会节俭习惯的嘛？那你说你要廉洁，有没有不容易？尤其很多在公部门单位，就是因为他的个人习惯，比如我的怎么样，就包括给予发挥过程度，不要过度，不够用，就在公部门里面就怎样贪污。好，所以之前有没有发现说，从五月份新政府上任到现在？现在物价是不是很高涨？涨的是不是很便宜？还要节俭，我们很幸运。为什么幸运？跟节俭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现在物价这么高涨？是我们一个很幸运的时代。为什么？因为东西太贵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想到，这东西到底要不要？是我真的需要的，还不是我需要？以前是怎么样？东西没什么，随便就买了，买了要不要家里没有用，就堆着，那是什么？浪费。那我们今天可以减少浪费的机会，所以要节俭，我们要感谢政府，是不是？物价高涨了，好，我懂得怎么样勤俭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培养我们的廉洁的什么德性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天。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，给我们这样的环境，在物价高涨的时代，就是我们修行的最好的时代。大家了解吗？我们真不会去随便挥霍啊！包括说，我今天人家说节人减碳嘛，我今天他去哪里呢？我今天怎么样？几个人去租车，不要开两部车、三部车，是不是浪费？是不是？那这个过程当中，是不是说，增加大家怎么样？清醒的机会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，这个今天物价高涨的时代，对我们是不是一个一大福音？就是一大福音，真的太幸福。我们有这样的时代，有这样的机会，时代造就怎么样？我们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一个道场，真正可以让我们好好自身当中去下功夫去修行。所以这个时代，一个时代。一个背景对我们来讲都有影响，但是这些影响其实不是在外在，是在什么？就是外面如何去治理。我们从这个当中如果反观自己到我们自身来去修行，所以这个来讲对我们真的有什么那从这个当中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会博取的时候，是不是就会有修慧心？会修慧心，再就有慈。会修慧心，就懂得修慧，就不会怎么样，不该拿的就不会拿，国家老百姓的钱就不会怎么样，随便乱给了，随便贪污了。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的，全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官员几乎都怎么样，贪污的一样。那为什么？就是不懂得怎么样，不知道怎么样。所以这个修慧心就被你盖住了，所以呢，刚刚讲到说物价高涨的时候，我们用博取就有修慧心的时候，所以自然而然，我们是不是有些物欲的就怎么样就减少？所以节能减碳叫减少我们什么？我们减碳，碳气的碳，减少碳气物价高涨。其实我们要探亲一家高手，我们要怎么样？好了，太好了，
少先浪费，不要买太多，要让它够用就好，是不是？好，就不会再知道我的薪水够用了。所以呢，从这个当中，原来我挣的荷包，我以前10万多块，要占用，假设我的薪水一个月2万块、3万块都好，可是现在的物价，可能以前的这个生活可能需要4万块、5万块，可能要到2倍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才有够用。那我怎么样？有些东西减少了以后，我知道说这个东西我该买才买，不该买就不要买。那这个当中，我一个月3万块，2万块。现在物价翻涨了2、3倍，我3万块一样怎么样？生活得很好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时候做的也怎么样？又不值钱。我们自然而然就不会怎么样做，因为以前那种习惯呢，所以之前刚才讲那个习惯惯性很重要。我们从这当中去做的时候，我们有自信，我们就不会做卡，就不会说我是里面卡，随便刷，随便去不用，这样就不会，我们就不会怎么样，我们家庭问题也不会造成的社会问题。所以这个部分，当你们都有这自信了以后，是不是就不会消极，就不会悲观，就会过得很自在啊？不会说因为人家一个月几十万，跟我一个月3万块，我会等他自卑？不会，因为我们要过得自己。所以呢，自然而然，因为我们会在做的时候，我们面对一些困难，我们会怎么样？就会来去克服这些问题。所以呢，就会解除这些不好的东西，所以会逆流向上。包括各位同学，看到，今天是礼拜六，是假日，而且你假日如果出去，去玩要不要花钱？要。要啊。好，包括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是多少钱？你出去的时候，看到这些不错，就想要买，是不是？你再出去一般都会花多少钱？那我们回到什么？只花为了什么？一个车位。那我们出去是不是花的车位更多？对。那我们来这边是不是可以节省更多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从这当中我们知道说，原来我这样子一直的向上在做的时候，自然而然我们会有这些不好的东西。这是一个相对性的话。所以呢，从这当中我知道原来从这当中就可以做到这个意义。所以从这当中就可以发挥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提到，为什么这个相当于提到呢？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点，就是说，刚才我们说人与人之间，义者是不是？义者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相处之道。一个合理的事情，那人与人之间，刚才是我们说人与人从父子之间，那我们最先发展的除了父子以外，就是从我们的兄弟开始。所以从我们兄弟当中，刚才讲到说，我们知道这个历史的行为是会遗传的，所以我们会知道说，从兄弟当中怎么样，互相体系，会互相体系了以后呢，就会一起怎么样来行功立德，那行功立德以后就会。把这个怎么样？我们行功立德以后，我们道场讲一句话说：“弟子成道，就前妻子怎么样？尽超生。”其实我们只要从这个当中去做的时候，我们直接真的会怎么样？得到很多利益。那我们不讲那么远，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人伦，这个人伦是我们戒指，所以兄弟之间知道。这个梯道能够进入这个孝道，可以不可以？当然可以了，因为我们父子跟兄弟之间是一个铁三角关系。如果说这个铁三角，就是我们就是兄弟，就是父母亲。我们做这个兄弟之间做，如果说更共和热的话，这三角是不是会怎么样散掉的？这个连结关系建立了起来吗？就建立起来。所以你原本这个渠道做好了以后，就可以把这个呢，
是要到这个状况，这个脸上的是不是有坚固？就很稳固，好，很稳固的时候，所以笑到可以，踢到可以，打一笑到，那我们这个人轮就可以把我们达到颠倒，人轮打一颠倒，这样了解吗？因为我们把人道做好了以后，把这基础做好了以后，就会以这个社会及这个国家，自然而然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就会可以怎么样，可以颠倒，好，所以。这个意志从这当中，就是要从这些当中可以发挥，可以掌握的。刚才讲到这个理智，哎，这个讲到这个理，帮人家所说所谓的这个礼貌了啊。其实这个理呢。是什么？它是一个人品、行为啊、哦，人品，人对，品性的什么的一个表现。我们人的一个品性的表现啊、哦，刚才不是有点提到说，我们为什么会做到尊卑？恭敬、尊敬一切，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，他本身一个做人的尊严，他本身都有一个良心品性，所以我们自然而然会尊敬所有一切人。所以这一些是不是刚才我们讲的什么品格？是不是这个品格就是从这边建立的？所以我们从这边发挥做出来的东西，所表现出来就是这个。好，所以这一切的你的含义就在这里面，所以。从这个当中，我们就知道说，原来这些的理性表现都是我们自然的一个表露、一个表现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为什么说孔老夫子他去到每个庙，他都要在供奉，没有？其实孔老夫子是很懂得礼的人，可是怎么样？他到每个庙，他都一定供奉，因为每一个。每个地方他的一个习俗习惯是不一样的，他说他先问了以后，所以他会怎样？会很怎么样？他是很谦卑，所以懂礼的人一定会懂得什么？谦卑。那这些都是他的一个他的脾气，他的一个表现。好，所以这个礼呢，它表现在哪里？这四十。那你的表现在于四十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活着啊，就是侍奉的意思啊，所以我们也会侍奉我们的祖先啊。我们为什么要侍奉我们祖先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来源是什么，我们祖先才有神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侍奉上天？为什么要侍奉神？因为他是我们一个什么一个算我们。我们今天在侍奉的是，一般我们侍奉神是什么？一个球，那个球从哪边球？你再从这边来。如果今天我们出去跟人家，偷人家东西、抢人家东西，回来是请公安，那请公安以后啊，首先我保佑，他先会保佑，请公安先我的保佑，所以呢。我们四神这个部分也是在这个礼仪当中，是在怎么样？是在这个学习啊，比如说观音菩萨，我们学习他什么？他的慈悲。那这个慈悲，是各位姐姐，所有的一切的心佛，一切我们所及一切的这一切，它都是怎么样？在这个部分。比如说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观世音菩萨的那个慈悲，跟各位姐姐身上那个慈悲。有没有？有一样。他有慈悲，各自的有没有？都有。大家了解吗？好、哦，所以我们是借着这样的拜佛过程当中，原来我有这样的慈悲，我要去找这个慈悲心。所以这个时候的事实就是对的啊、哦。所以呢，那你所展现出来的是什么？这里要。
外向攻击，这种一楼，好，OK， 很简单讲，外向人今天是不是来上课？他今天来上课会穿睡衣？不会吧，因为怎么样？不合乎你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假如说各位今天在公开场合是要有一种那种端庄一楼，不一样的一种一楼，对不对？这是一楼，这里的帽子啊，这是一楼。这个呢，这个，因为我们知道说尊卑，这个谦恭尊卑的话，我们会展现出来这个一楼，做这个君子的什么，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外向。所以，当我们身正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怎么样，从容。我们外在的动作很从容，我们心很正，身很正的时候。我们去到什么地方的时候，是不是很从容的？就不会讲你这件事情，就会慌慌张张的。所以，孔老夫子讲说，君子三变。君子有三变，哪三变？望之也难，知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利。各位听过吗？所有的望之也难。问题请教，这可能很多。
我们知道说我们有这个医疗会表现出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就怎么样，就很及时，就很实在，就很敦厚，很诚实，很敦厚。因为这个诚实敦厚是用品高品，而是在于我们这个新政的时候就会显现出来。比方说各位姐，我们更加互相不忙，互相主动不忙。各位姐，同样的举光给他感觉有没有一样？当你心态不一样的时候，所表现出来是不一样的，你了解吗？好，当你是一个厌恶的，那就随便你讲，是不是？如果说我们对点师那么尊重的时候，我们跟点师那么敬礼，是不是就很诚恳，诚恳，就很实在？这个诚实就是很诚恳、实在，就不是人，就是两个眼泡。好，那敬呢？这我们知道这样子。就会怎么样？就会礼敬一切，自然而然就会很庄重，是不是？我们懂得这样子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行为就很庄重，就不会怎么样？哦，就会有一个恭敬的态度，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随随便便。好，然后呢，就会怎么样？就会体贴自己，体贴。好，我们所做一件事啊，这个事情就很合乎。就会，所以这个气呢，它也是怎么样，很强。所以各位的话，这个当中跟这个智力怎么样，是息息相关的。好，谦就会怎么样？因为我们会谦卑的，要，所以自然来说就会谦让。好，这个谦呢，就是一种存养功夫。什么存养？也就是说。当我们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先回归怎么样？先静下心来回归一下。所以各位姐姐，这个心思平常怎么做的？当你遇到任何事情、任何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很简单。我们面对人家做事、讲你什么话、做什么事情，先把你的念头先回归到饮食一点点、面镜头，然后再来想。各位姐姐，这个就是福建人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算是下功夫的地方，但自然而然就会谦让，自然而然就会不耻下问。好，那让呢？好，让的就是怎么样？让就是后人不及。就是说，会，因为我们会尊重别人，所以为了一切的众生的利益为优先，不会先想到自己。就像说我们点的是，很多人跟点的说，点的是，你都没有想到自己，都想别人，都是前这个就是什么？那后人多几个功夫，大家知道吗？他没有想到自己，只想到什么？所有一切的众生。那今天点的是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个，就是希望我们有这样的机会，好好的接受。所以在这个让的过程当中，就会怎么样？对，追求。就会想到说，哦，某某人很错，就会一直看到人家的优点，就会不会说，哎，是自己有掉，而会说，哦，这个人很错，就会去，就会去。所以这个当中，这个让就是这样。那。几年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从这个当中是作为严谨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理呀，啊，从这个当中是谨记的时候，是不是作为严谨，就会谨言慎行，就不会乱讲话了，啊，就会怎么样，就要这个慎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。这个谨呢，就是一个慎，什么叫慎独？谨慎于什么呀？这个独啊。这个字啊，是不是自己最清楚了？各位姐姐，你现在想什么？你的父母亲知道吗？不知道，谁最清楚？还是你自己？所以谨慎于你什么？这个心念，啊，这个心念是我们一切的源头。这个心念的源头，让它怎么样？谨慎的让自己独自的这个什么？这个心，让它回到什么？自
势必让他回来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井就是圣土，所以你圣土呢要站在要务实，就很紧，很实实在在的去做每一件事情，所以你每件事情呢就会立得中道。啊，立得回的中道。好，所以从这个当中就知道说哦，原来我站坐下来以后，这个理智就从这个当中就展现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每个里面的内容都可以让我们怎么样修。存养的里面自己从这当中自立为来，所以这个比它比较明显的表现出的自立的功夫，也就是我们古人的面的情绪。
从这当中，你知道这样的以后，你就会怎么样？就知道了，是什么？知道回归到这个。好，那答呢？当你有佛道以后，是为通达。这普净的底是不是一样的？都是要讲这个意思。所以你从这当中，你就会通达这一切。所以从这当中，你就能够通情达理，而不会怎么样？想要去改变别人啊，想要去要求别人怎么样？这些很自然而然，你就做得很顺。所以，这当你通达的时候，这个境界，这是什么什么？开悟。这开悟，也就是说，我可以理解所有一切。好，所以自然而然，这开悟就讲什么达观？这达观就是什么？我对所有一切的看法，我都不会怎么样，就不会沾滞，就不会连到了。他不会说，哎，今天这个人他会讲什么？哦，他很好，我就跟着他，我就不会连在那里，都知道吗？好、哦，这些东西就不会在外在的东西来怎么样，让我的心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一切的这些东西都在怎么样，在这里，目的在这里，其他外界都是什么，都是假的东西，所以自然而然。我们就把怎么样要认命？哎，为什么要认命呢？刚才不是说自家创造自己的命吗？可是现在为什么要讲认命呢？认什么命？认我们的天命。各位同学，我们是不是要做传承？传承是不是我们的天命？是我们的天命，也是我们的使命。所以这个天命要达到天命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要一直达到天命。所以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参与这个道德培训班，也是一种意志。我今天要好好的在奋心自信的道德上好好的建立，好，然后能够成为上面的事。那所以呢，我要做到这些，所以我自然就要穷，有，为什么要穷？我要富贵。其实各位同学，这个穷是什么？穷尽自信，也就是什么？发而立重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欺骗自己嘛，是要从这
天地的根啊，天地根在哪里？就在这里。因为这天地一切的道理是不是在这里？好，所以我们不欺骗自己，就连这个我们这个部分就可以整清楚。那尘呢？尘就是怎么样？专一。心能够怎么样？专一，你才能怎么样？展现出你的诚意。好，因为这个诚跟信是怎么样？你叫诚心诚信。你有这个诚，心有这个诚的话，你才可以怎么样展现出你的信。所以这个心这个诚相当重要，就是你诚意和你专一。好，包括这个人与之间的这个关系，夫妇之间、朋友之间，这些东西都跟这个诚关系。好，你心不诚，这个信就没有。好，那真什么叫真呢？好，也就是说，福啊，什么叫福啊？就是不虚假的意思，就是真。好，或者讲一个幼主啊，在最后这个不足比里面有讲到说，讲一个寄语说，真如自信是真佛。真如自信才是真佛，邪见三毒是魔王。邪见，所谓邪见就是不正的观念。邪见三毒，我们知道真真之法，这就是魔王。邪迷之时，魔在色。当我们在邪迷、很不正的时候，不明白的时候，这个不清楚的时候呢，是怎么样？是魔在色，魔在怎么样？在我们这个肤色。色男肤色就是这个意思，这个弱点里面啊。所以呢，正见之时呢，佛在场。所以我们心起正念的时候，我们的佛就在里面坐着。好，所以心中邪见三不真。如果心中我们这个当中起的这个邪见的话呢，就是怎么样，魔往来住。啊，如果说正见的话，就会怎么样，这个自主三不心。叫变魔成佛，好，这个是真的，就明白。所以从这当中，我们知道说这个真真的很重要，就是从这当中，我们心真的话，我们心正的话，你自然而然这个佛就在自己当中做了，就不会怎么样。所以魔就是心有不正的时候，所以自然而然我们有真的时候就很实在的。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真佛来应对一切的时候，就很实实在在，就会实事求是，自然而然就会，不虚假，不虚假。那不虚假的时候，就很怎么样？很笃实，很坚定。这个笃的就是很坚定的意思，就会怎么样？很坚定的，而且是勤勉不息，就会怎么样？自强不息，一直不断的怎么样去实践，不断的去做。所以这个是这个戏，所以这五个字，这五常，让各位请你了解说，原来这五常呢，都是在告诉我们说，今天一个修道，我们认识一个人，往往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都知道怎么样，行功了愿，也知道怎么样，要行功立场。要就是做众生，是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，是不是很好的事情？要行功了愿啊，救度众生啊，行功立德啊，是不是很好？可是呢，我们知道这些事情，可是很可惜的，这老实讲，我们的自身的品格怎么样？自身的脾气都没有怎么样？我们自心的脾气没有什么？这些笔记审查，因为我们做的这些勤工表演，就是重所谓这个济世救众的这个事情呢，还很重要。那可以了解吗？因为你看这个福气，好，是不是带领一个国家，又走向一个什么？那如果说脾气不好，把我们国家全都花掉，那我们国家还能生存吗？没得生存的。所以这个地方真的很重要。所以从这个当中，我们就知道说，
这个途径也是同跟你刚才讲的所有的我们良心统计一样啊，这个是建立的。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常识的也是从这个地方去发挥去使用的。那从刚刚第一堂课到第二堂课里面当中，各位前辈听了以后，各位想说各位前辈有两个问题要请教各位前辈，那各位前辈来做一个检讨，来个讨论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？各位前辈请一下，为何中国的伦理道德家庭的东西，那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。